慧伦的妈妈可能因为比较忙了，都没有到现场来加油。妈妈会关注比赛吗？哦，有有有，妈妈跟阿妈每个比以前还要关注我，是，就是现在每天啊都会接他们电话，就说阿鲁啊，阿弟今天摆杯出什么瓜，阿弟有点瓜不？然后常常啊就练歌练到一半，妈妈接完电话以后，妈挂掉而已哦，然后阿妈又亮了，就两个轮流，对啊，哇，每天好几通哎。你这样每天就是跟他讲电话就好，有时间练歌吗？哦，现在有讲好了，现在就是说我几点到几点要练歌，然后就跟妈妈跟阿妈讲说，哦，麦克卡。对呀、啊、对呀、啊，这个天下父母心啊。他每天都问他问很多，就可能说这通电话就说阿弟有连挂不，然后下一挂掉下一通了，阿弟有加崩溃，然后一个下一通，阿弟功课有下不？对对对对，功课还是很重要，比赛归比赛啊。那今天带来的歌曲是？今天带来江蕙的《吹毛对手》。来，吹毛对手。一首最快乐的甜蜜情歌，真想要找出一个有情的人甲我作伴。世间的男生遐尼啊多，多一个才会合。我无爱挑剔的人讲话含万古心结结，嘛无爱风流的人情话无影无食，只要一种甜蜜。小文老师，请说讲评。好，慧如今天选了一个非常非常轻快的歌啊，这样子的歌呢，其实歌词真的很适合你啊。只是呢，今天这个歌说老实话真不好唱，对不对？第一个速度是很快，好，所以那个咖喱哈要很快，好。那第二个呢，是这首歌呢，主歌进来有一些比较低音的部分，今天慧如在低音的部分音准比较不稳定。好，就是我觉得你那个语气有做出来，活泼的语气有出来，但是呢没有办法好像顾到音准的问题，所以低音差了一点。好，但是在你的中音域你的高音域你是表现还不错的。好，所以慧如我觉得这个部分音准好还是要去再努力。但是副歌呢，哦，副歌的旋律不好唱，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台语歌，但是慧如有几句唱得不错，这个撸来撸乱好那个地方，他的旋律是有一点点蓝调的，但是慧如这个地方唱得不错。哦，就说这几个音阶你抓的倒是蛮好的，所以慧如我觉得这个部分音准要更加多练习。好，加油。谢谢老师。薛忠敏老师请。慧如选的歌我觉得第一个蛮适合你的，好，这个歌第一个听起来就非常轻松，
然后我觉得你其实唱起来在前半段也是比较甜美，因为这个歌其实有一点点比较西式的曲风，因为你看的副歌其实有些句子里面它很多半音的音阶，我觉得你半音的音阶是唱起来还算是蛮处理蛮不错的，就是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有些字比较密的地方，像力啊力啊这个地方，其实它虽然都是重复的字，可它其实还是有些情绪可以稍微再表达一下，要不然会听起来有点都是太单一的情绪，好像只是在堆叠那个字句。你啊你啊你啊你在哪里，人家来陪伴我，我在等你，等你较像一条歌。其他的这样情绪跟稳定度我觉得也都做得不错，但是尤其像这种比较西式的台语歌呢，我觉得那个律动跟节拍是你需要注意到的地方，所以要加油好吗？好，谢谢老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分数了，评审请给分。好，我们看赖慧如可以得到几分。八一八二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十七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八十七点九分。老师评分数是7.6分，罗文聪老师给的比较高，是7.7分。好，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介绍